学习干嘛呀？我问你，学习很辛苦的，学习很累的。师傅，我累半天都赚不到半斤米钱的。你应该嫁个如意郎君去，当个官太太多好啊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你别忘了，给戚家再多生几个儿子，你的位置就保住了。什么戚家啊？师傅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还在装？师傅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以为你和戚本忠那些丑事，师傅真不知道吗？师傅竟然怀疑雨烟和戚长官不清不楚，雨烟没有一丝一丈清白。我相信你，我真的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跟戚本忠是清白的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把剪刀先放下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放下，放手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师傅不好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今天没了命，师傅一分钟都活不下去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傻呀你！傻呀你！纪旅长，有什么话你说出来，憋在心里会生病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很痛苦，我能帮你做什么？痛苦？我为什么要痛苦啊？因为苏若水没有来见你，我就想不通。我也可以照顾你。哎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在我心里边，军人应该服从命令。在我心里边，你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军人。我也是女人，我愿意做你戚本忠的女人，照顾你一辈子。戚旅长，我现在就要做你的女人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你干什么？你别这样，你把衣服穿好了。我做的一切也是为了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就想做你的女人。这是什么样子？秦旅长，你别走！松开！喝多了吧你？要脸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。我不是你的手下，你没有权利训斥我。我和戚旅长什么也没做，信不信由你。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都穿成这样了，你说你们俩什么都没有做，这些鬼话谁能够相信？戚旅长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，要是我，就把他紧紧抓住，一刻也不松手。我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对待男人，倒是你作为一个女人，应该知道检点两个字，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。我怎么不知羞耻？爱一个人有错吗？你承认了？你还是承认了？你承认了？但是我不明白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要合伙起来骗我。我傻，还是我傻？我早就应该猜到，你是戚本忠的贴身女侍卫，他到哪儿你就到哪儿。这背地里，还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我成全你们，我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你去告诉戚本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各走各的，互不相干。